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钟离会想游记脱围挑战。会想游记啊，5.1新增的，然后我们进来，好，进来之后呢，直走，然后左边这边短按下一技能，短按啊，然后往前跟着这个地上的波纹，然后往前走，好，走到顶，然后在这个位置短按下一技能，看到没有，然后它就传导过去了，然后我们跟着前方那个波纹走过来，然后在我们左手边这边有个灯，这个位置我们短按下一技能，然后就传过去了，这动作一定要快啊，你如果说没看清楚就倒回去再看一下，我们总共要短按3次一技能，好吧，然后直走过来，在前方这个位置我们短按下一技能寻境啊，召唤一个柱子，然后从边上来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是前方是第二关啊。好，第二关的话我先跟大家解读一下这个 buff 啊，这个 buff 的话就是打旁边这个晶体之后呢，会获得30秒的增益，每 4.5 秒会触发一个冲击波，我们如果说没有护盾的话，它可以直接把我们秒了。好，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来个左侧客人啊，过来这里查一下金康巨鳌，好，然后来这边打怪啊，呵，他每4秒会触发一只冲击波，这闷闷我呵已经玩腻了，以后玩腻了，诶呵去长一行瞄转，呵呵呵，哎一个呵呵一个零食，好，一呵，这边的话注意我们左边的这个 buff 的时间啊，他还有5秒，然后我们要站在这边长一下把这个打了，然后续一个 buff， 呼续一个 buff， 哎呼呵听个啊，就靠这个冲击波的伤害去炸他呢，天倒哎第二呵，好，入抗议一下，哦，呵呵哎，这里的话我们先过来打一下，打一下，好，我身上没盾了，没盾的话注意续个盾去抗议一下，哎呵，然后这里的话稍微躲避一下他们的攻击啊，哎诶，所以我们左边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 buff 的时间呢，5万小，它每 4.5 秒钟普攻可以触发一次冲击波，主要靠这个伤害去打，诶好，再触发一次冲击波就结束了，这就打过了。